大家好，我是李小森。我身后呢就是孙中山在南京的临时政府了。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，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，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，振兴中华，天下为公，是他核心的政治理念，也是一生的身体力行的原则。好了，那下面跟着小森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孙中山的临时政府。1912年1月，孙中山亲手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中国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诞生了。孙先生很少站着示人的，总统府里面只有这么一张照片是他站着的，其他的照片都是坐着的。因为我们孙先生的个子不高，他只有1.59米，但是浓缩的都是精华啊。他推翻了2000多年前的封建王朝。那孙先生左手边穿着黄色大衣的这位，他叫黄兴，就是革命战友陪同他一起搞革命的。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岳麓山，好像还看到黄兴墓了。这幅油画呢，是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孙先生临时就任大总统宣誓的一个样子。他在我们南京的总统府只待了3个月0天啊，而且是临时大总统。孙文是谁啊？他就是孙中山孙先生，他的原名是姓孙名文，字一坚，孙一坚博士。为什么管他叫孙中山？他在日本搞革命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化名叫中山桥，回国之后都管他叫孙中山孙先生，实际上他的名字是叫孙文的。天下为公呢，这是孙先生推翻帝制的。孙先生说呢，天下人是天下人的天下，并不是你个别某一个皇帝的天下。他推翻了2000多年前的封建王朝，男士再也不需要留长头发，女士也再也不需要裹小脚裹。这里就是孙中山的起居室了。他的女儿，大女儿就活了19岁啊，就是二女儿，大女儿死了以后呢，二女儿要陪到他的原配，啊，二女儿一直陪到原配活到解放以后，然后这个孙中山的相片，把他那个像放在一个钟里面，叫警钟长鸣唤行动，他的思想就是说啊，我革命一辈子没有让国家统一，都是军阀在利用我的革命，啊，他第一个起来推翻清政府的，但是呢，后来袁世凯又窃国，什么段祺瑞、冯国璋。啊，所以他临终之前说，我的革命到今天没有成功，要敲钟，警钟长鸣，叫唤起民众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这个字是仿制的，这个照片是真的，孙中山的家人捐赠的，啊，后面还有一个小楼梯可以到2楼，2楼他睡觉的时候和他的原配孩子住在楼上，楼下是会客室，旁边是餐厅。这是真的假的？这个床是真的，只有床是真的，其他都是真的。这个就是孙中山的床了，因为孙中山的个子不高嘛，只有1.59米，所以这个也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床了。左手边墙壁上的两个字“奋斗”，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都在坚守奋斗，他写的最多的就是奋斗。这是孙中山的办公桌了，上面写着“奋斗”，他一生都在奋斗。这里是他的餐桌了。啊，会议厅的前方有一张非常大的合影，大家都是站着的照片，只有孙中山是坐着的。因为孙中山啊，他个子比较矮，所以他几乎上和所有人拍摄的时候都是需要坐着拍照的。这是孙中山的警卫室，是他的卫兵住的地方。这是孙中山养金鱼的缸，要了喂猪就砸掉了。这个是这个南大历史教授来发现的。哎，中间里面怎么有这个？一看，孙中山养金鱼的。哦，刚开始摆在书卷里面比较脏，但是呢，红卫兵没发现，如果发现就砸掉了。波斯就这个是最受冲击的，发现过海，文物古董要扔到猪圈里面了。以前都把古董不当古董啊，我看。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之前叫《石头记》，就是这个石头，后来改名为《红楼梦》，因为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是两江总督嘛，所以他生活在这里。所以呢，曹雪芹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。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呢，就有点像小江南的感觉了。怪不得乾隆6次下江南，其中有4次都是住在这里的。这里也是总统府的后花园了。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，其实孙中山在这里办公也只是待了3个多月的时间，时间并不长。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。1912年1月3日，临时南京政府成立。这个就是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，大家在此宣誓就职的时候了。站在最中间的就是孙中山了，这个穿黄衣服的就是黄兴了。典礼开始的时候，当时现场就放了这首音乐，叫《马赛曲》。
孙中山致答谢词完毕之后，全场爆发出大片欢呼声，中华共和万岁，孙大总统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。当时孙中山就在南京就职了。共和万岁。大家看我身后这座雕像呢，就是孙中山与李大钊的伟大的握手了。他们初次见面呢就一见如故，他们促膝长谈，废寝忘食，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会晤了，这也奠定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。好了，我是小森，小森以后会继续带你看世界，明天见，拜拜。